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公布新创政策，包括投资金、贵人才、促成交三支箭，希望让每位怀抱创业梦想的人都能在台北实现无限的可能。对于数位游牧民族，我们应该要特别的重视，而台北绝对需要积极的来争取这些数位人才来到台北市，跟我们在地的数位科技人才结合，共同合作。蒋万安出身新创团队职业律师，了解创业过程的辛苦，承诺未来鼓励市府机关采购新创公司第一笔订单，不只买科技也买服务，并加码采购社会公益环境永续新创团队。第一个阶段很重要，是沙盒专区，是要透过相关的验证，而且事后要透过委员会或者是专家学者以及市民共同认可，符合一定的资格，才能够得到市府第一笔订单，它是有一定的机制。由于政府大部分是投资稳健的新创团队，蒋万安希望未来透过政府民间共同投资新创团队第一桶金，协助度过死亡之谷难关，帮助中小企业成长茁壮，迈向国际舞台。记者尤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